我们现在用血液的流动方向来把心脏的周期分几个阶段，请看我这边写的1、2、3、4哦。第一期心脏舒张，所以这时候静脉就直接血液从静脉直接流穿过心房，直接到心室。这个时期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心房、心室都在舒张状态。你看哦，既然心房是舒张的，我箭头往外代表在舒张。既然心房、心室都舒张，你的静脉血直接穿过心房而直接进入心室。这段时间叫做充血期，就是你的静脉血充满回来，充满心脏。好的，各位，这一期心房、心室都舒张，其实对应在心动周期中是第几期？是不是？哎呀，不错，还有印象了。这其实是心动周期中的第三期，我写在这第三期，心房、心室都舒张，这时候是很重要的充血期。好，第三期结束之后，是不是回到第一期？所以下一阶段叫做心房从舒张转为收缩，所以这是第一期。好，这一期呢时间很短，因为心房收缩本来就只有 0.1 秒，很短。这一期发生什么事？这一期在右上角这边。好，这时候心房收缩了，把剩余的留在心房的静脉血推到心室中。好，这一期呢非常的短，而且不重要。为什么不重要？因为绝大部分的血液哦，在这一期第三期心房心室都舒张的时候，充血期全部都回到心室了，最后只留下一点点的少量血在心房中，所以这个时期叫做最后的临门一脚。我的心房收缩一下，把心房中那剩下一点点的静脉血推到心室里，所以这在心动周期中属于第一期，而第一期不重要。为什么我知道它不重要呢？因为有些人天生可能是遗传疾病，或者是因为受伤，他的心房是不收缩的，有一些人是没有这一期的，心房一直不会收缩，他不会死的，活得很好，只是你不能做剧烈运动，因为你的循环比较差。所以心房收缩为什么这么短？因为心房收缩不重要，他就永远不收缩，就是冗员啊，对吧？你的工作能力消失掉，心房如果不收缩，不会死人的哦，就代表心房的收缩不太重要，因为你不收缩也不会怎样。但如果心室不收缩，就完蛋了，你就没有心脏啦，这样就糟糕啦。好，所以这一期叫做第一期，叫做它其实是第三期的延伸。有发现吗？第一期心房的收缩，其实就是第三期心房、心室都舒张时的充血期的下一阶段。哎呀，我收集了差不多，充血了差不多，最后心房收缩一下下，把剩下一点点的血打进来。所以事实上，心动周期的第一期等于是第三期的附属延伸。所以第一期最短，你有发现我们前面讲心动周期的第一期为什么那么短？因为你最不重要。第一期其实就是第三期往后延伸的。好，那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部分，这是第一期。好，第一期结束了，我的充血完成了，所以这个第一期也是充血，但是我在后面写一个字，它不太重要，不重要。好，不重要结束了，接下来进入到下一个重要的阶段，第二期心室剧烈收缩，让血液冲出去打到肺动脉跟主动脉。这个时期叫做有人叫喷血期，有人叫射血期，那我觉得都不好听，我叫排血好了。血液离开心脏就是排血的时期，叫做第二期。好，这是英文翻译来的，那个喷血或射血就是血液喷射出去，因为动脉的压力很大，那血真的是喷出来的哦。好，那到这里就是第二期，第二期结束之后又换心房、心室舒张，这时候进入充血期。你们看，我由血液的流向把这三期连在一起，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吗？那个第三期跟第二期都是充血期，充血，而且第一期不重要，还打个括号，他不要也没关系。但是接下来的第二期很重要，它就是排血期，就是所谓的射血期。好，所以各位，我们的心脏，你以血液的流动方向来讲，其实只分两期：充血、排血，充血、排血，充血、排血。那你会发现我在讨论充血排血的时候，我完全是以心室为核心，没有人在乎心房，好吧，我在乎一下心房吧，把心房拉进来，就把充血期再分为第三跟第一期，而那个第一期就是心房收缩，它不重要，一点点，只是最后的临门一脚。所以看到没有，心脏最重要的构造是心室，没有人在乎心房，它只是个附属的增加效率的构造，没有它也没关系。好，大概是这样说。所以如果我们把前面的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拉起来，其实应该要分为第二期然后到第三，第二期然后到第三。那第一期怎么不见了？第一期就是第三期的延伸，
它只是充血期的尾巴，让心房收缩，让剩下一点点少少的静脉血从心房推入到心室当中。好，这就是用血液的流动方向来介绍心动周期。各位到这边你们觉得好怪，既然如此，我为什么要拿心房的收缩当做第一期呢？它这么的不重要，它只是充血期的尾巴。我可以拿第三期充血期当开头，或是第二期心室收缩排血期当开头。为什么是第一期充血期的尾巴当做心动周期的第一期呢？是有原因的。好、哦，我们刚刚说啊，原因是高三才会说。好，那我现在偷跑一点点，跟节律点放电引发心脏收缩的时间顺序有关。我只能讲到这了。再多就多了，好，那等到我们上了高三，如果你们还在这个班，高三就应该不意外，还是我们到了高三会再跟大家解释为什么科学家一定要把第一期放，为什么这个第一期就是第一期，为什么不是那个第三期当第一期，它有些理由的哦。但这个理由在你在学习整个心动周期中，你会觉得为什么这样很乱呢？为什么不充血期当第一期，或是排血期当第一期，不是很方便吗？它有别的学术上的理由，好，那我们高三的时候再说。以上是用血液流向来看前面所说到的心脏周期一二三，其实最重要的是第二期跟第三期，第一期是第三期的延伸，所以心房的收缩第一期不太重要。好了，以上是血液流动来探讨心动周期。